学联甜点 V Sweet 在舵于天后酒令蔡依林在2015年创立的翻糖蛋糕品牌皇后陛下 Your Majesty 联名合作哦。2023年12月22号到2024年1月4号推出三款草莓联名甜点哦。新的草莓哦，都不一样。今天是兔兔陪我们来吃全年的酒令甜点。包装还是 Blackpink 粉红色跟黑色的包装，美眉慕斯罐 Strawberry Can Cake 新台币109元一罐哦。酒令的甜点喜欢多层次哦，从侧边都看得出来了。以浓郁白巧香体搭配带酸甜的莓果酱，中间夹入松软草莓蛋糕，多层次，呈现不同层次的莓果粉嫩感哦。甜点蛋糕做成易开罐哦。哇，草莓的味道就飘出来了。哇，它那个草莓果酱就好像果冻一样哦，上面有一颗草莓哦，就是草莓酸酸甜甜的味道。草莓蛋糕很松软，刚刚好的甜，而且鲜奶油跟那个草莓非常的搭哦，好吃。今天是万万万勺陪我们来吃全联的酒令甜点哦。这次全联 V Sweet 和蔡依林酒令联名的三款草莓甜点，这一个雪天使草莓蛋糕新台币229元是最贵的一款，上面也是 Blackpink 哦，粉红色加黑色的蝴蝶结提把。哇，它的成分还是好多哦，保存期限只有5天哦，也有新鲜草莓。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雪天使草莓蛋糕 Strawberry Custard Cake， 上面有4颗新鲜草莓哦。
下面是戚风蛋糕，然后搭配香浓卡士达酱跟鲜奶油。酒令蔡依林的爱拳，巫虎和社长的造型插卡哦，它是比熊犬，超可爱。其实就是草莓奶油蛋糕啦，附一把塑胶刀。哇，超可爱的啦。顺便再多买了一个美眉慕斯罐哦，新台币109元。草莓季，哇！我们把比熊犬、巫虎跟社长全部都带进来拍照了哟 ，super 卡哇伊。它的造型插卡也是双面的哟 ，so cute。九令做的蛋糕还蛮好看的，很好拍。哦。那种新鲜草莓加鲜奶油是最好吃的了。这种大颗的草莓竟然是酸的，一定要沾它的鲜奶油，更好吃。哦，像云朵一般松软的戚风蛋糕，里面还有草莓卡士达酱，哎，不甜不腻。入口即化哦，好吃。蛋糕里面还有草莓酱哦，要买来试试看哦，超好吃。九令的草莓甜点都很好吃哦。今天是璇璇陪我们来吃九令的甜点哦，买到最后一个草莓奶酪哦，新台币69元哦。草莓奶酪 ，Strawberry Panna Cotta， 它的成分还是好多哦。它用很厚实的玻璃罐装着，很有质感哦。新鲜草莓，草莓果酱搭配香浓奶酪，那底部还有焦糖哎，哎，真的有新鲜草莓耶，超赞的。入口即化哦，它底部有微苦焦糖增添层次。吃草莓甜点要及时哦。